你知道高中生都在网购些什么吗？今天就让我们来看看他们的购物车里都有些什么吧。Let's go！ 请问你有在用虾皮吗？有啊。那可以看一下你购物车前三项吗？购物车前三项，来看一下，这是什么？手链，还有手机壳，还有都是手链，对，就是手链，还有月历，对，然后就好，谢谢你，好，拜拜，拜拜。好，请问你有在用虾皮吗？有，那可以看你购物车前三项吗？好啊，大声念出来。买一送围巾，然后写真集，还很，然后也是衣服毛衣。好，谢谢。好，感谢你。请问你有在用虾皮吗？没有哎。好，谢谢。你有在使用虾皮吗？没有。请问你有在使用虾皮吗？有。那可以看你购物车前三项吗？哎，我上次还把我购物车结完，就是。圣诞节礼物的那个，哇，非常有钱，所以现在是没有东西吗？没有，空的。好吧，对，空的。那你有在使用虾皮吗？哎，对的，是的，我有。那可以看你购物车前三项吗？购物车哦，我已经很久很久没有用虾皮了。我记得我有一个东西一直丢在那里面，然后我都没有下单。购物车就有一项。对了，抱枕，等身抱枕，好耶。好，谢谢。以上就是我们这一次采访的结果，谢谢大家的观看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让我看看你的购物车里有什么，就是大同电锅，这是什么东西？扭蛋哦，原来是扭蛋。然后这是麻将桌，扑克牌哦，扑克牌。好，这个是就很可爱啊，就很可爱。这是什么？也是盲盒吗？其实也不确定，扭蛋吧。买了一个自己不知道是什么的东西。好，谢谢你。哎、欸，等，我们应该也要看一些你的东西吧？哦，换、這個、我了吗？对对对。好，看一下我的购物车。哦，手机壳。然后这是专辑。好，我看不懂的东西。然后跟更多的专辑，可能是一个非常。狂热的粉丝，对，对，差不多就是这些东西。对 ，OK， 好。老师，请问你有在用虾皮吗？有。那可以看一下你购物车前三项都有什么？我看一下。要拍吗？要拍。要拍。传截图就好了。传截图。哦，好。就是衣服啊，还有。手工业的东西啊，前三项吗？对，还有那个 Christmas 要用的那个麋鹿的发圈。哦，好，谢谢老师。